好啦，下一套啦，又系运动作品喎、啊，今次。今季好多、啊，榄球又有劲女，又有乒乓波都有、啊。咁、啊、我哋下一套呢个卓热卓球量啊，即系个名比较难读啲，卓球即系乒乓波啦，真系。嗱、啊，起初就唔系咁多人提及嘅，但睇睇下，好似呢两三集之中咧，好似。啲星未開，明星未出咗嚟啲喎，唔係好神奇啊！睇呢套嘢其實我諗住睇嘅，不過諗住啊，今季唔知點解會裝咗去睇啦，跟住咪先啲聲咁熟口面，我咪睇翻我聽聲，跟住睇下最後節目表 ，wake up girl 咯。啊！我知啦，啲咩咁熟啦，啲声咁熟。所以阿宽哥咧又无处不在噶，居然你个 ending 系 Wake Up Girls 嚟跳噶，去唱啦，唔系跳啦。嗱，虽然首歌点样啲口，大家都明白啊。根据我印象，好似呢度系 Wake Up Girls 喺佢哋自己本家以外出，用佢哋名义出场嘅呢一套动画。系咯，都冇乜听见 Wake Up Girls 嚟出嚟唱动画歌啊嘛，要好少啊嘛。宽哥高深莫测。佢唔使出名，佢出人都得噶啦。佢一經理人嚟一個係 ，OK， 我講翻呢套嘢先啦。呢套咁其實呢套同《Wake Up Girls》冇關係，就係配音嗰班係《Wake Up Girls》嚟嘅啫。啊，咁呢套嘢其實主角咧就叫小紀啦，咁就係、是、轉學新生入咗一個學校呢、這個中學度。咁中學就係乒乓波嚟嘅係，但問題就係咧，原來佢表面上一個好似好迷糊、好天真又純品嘅女仔，其實原係全院四強嘅高手。係啦，咁啊犀利啦，咁啊結果發現之後，咁啊成間學校就開始起咗以為佢一個好迷迷糊天然嘅呆嘅女生啦。哦，原來打起波上嚟兩件事，一路笑就一路係咁馴馴馴，原來咁勁嘅。咁好笑，依家學校嘅乒乓波咧有個排名嘅制度，咁點解係最勁嘅就排 number one， 跟住如此類推排落去嘅。係啦，咁佢不停係咁打贏啲人之後，係咁排名上升，就會起到佢呢間學校嘅 number one。上你上你系上你，但奇怪上咧，奇怪就奇怪咗一样嘢，点解打一盘就知佢赢胜输咧？喂，大佬出面打都打三盘两胜或者五盘三胜啦，一盘搞掂晒，喂，打都打几快啊？唔系咁，你当报入面大家切磋啫，唔会搞咩三盘两胜冇咁多时间啦。大家知道学校好忙噶嘛，大家出去补习要赚钱或者要哦，咁啊可以咁讲嘅。不过其实佢哋都有讲嘅，即系话其实头三集咧一开波已经讲话劲我一队，王者就输咗俾队暗黑队伍啦，咁啊唔知乜嘢啦。咁啊，但系你话睇落去，哇，跟住然后就转过头嚟就睇呢间学校嘅球手，咁相对嚟讲都几特别嘅。当然佢好似就系有一种铺路想铺咁啦。唔系，咁我其实我明佢想可能将来啊，可能铺翻啊，将来我哋会参加比赛呢、這个比赛咧，因为今年个王者第一弯唔知又输鬼咗，即系巴西第一弯未入决赛，唔系未入预选就俾人踢咗出街啦，总之点解啦？今季可能王者天翻地覆啦，咁我唔理。总之而家当啊，你呢个部为咗准备迎战喺练习紧啦，咁今季有个新球员加入咗啦，咁类似。心歪咁樣類似咁嘅情況，係啦。不過嗱，都講下啦，呢套其實係集英社嘅 Jump SQ 19嘅連載嚟嘅，咁少年 Jump 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係網上嗰個啊。咁嗱，如果你話睇翻呢套咧，雙監督嘅喎，起初以為啲萌系作品咧，又冇諗過集英社啊。第一樣嘢，第二樣嘢冇諗過雙監督啦。監督係入宮太好啦，大家知啦，鋼之煉金術師啦。第有個副監督嘅第二監督係卡奧尼，卡奧尼即係油油色嗰個監督嚟嘅。咁如果大家記得幾油色，其實就睇落去就麻麻地嘅啫。咁啊。但是就雙監督之下呢套個比較呢，喂，打起上嚟有板有眼，仲有一樣嘢我非常之讚嘅，就係講真，就係佢嗰個配樂，打緊乒乓波個配樂嘅時候，佢出得嚟個效果係完全貼近曬個乒乓波嗰個套路去打嘅，去配音嘅，完全呢個情況啊，我覺得佢個音樂係專登係有揀過。大家明白啦，運動鞋喺日本嚟講只有兩種，一種真實鞋，一種超級鞋。咁好明顯呢個暫時嚟講啦，我睇完之後係真實鞋嘅，即係肯定唔會打爆地球啊，唔會打死人嘅。咁啊唔會嘅。唔係最多佢有技巧性嚟講反手、正手或者可能旋轉球咁呢類咩反勾球呢類嘅情況啦。咁二十中做到，不過問題佢將二十中專業運動做得嘅嘢擺落個中學生度咁 OK， 我心話你可能好勁嘅天才你做到啲咁嘅高級技巧咁 OK 嘅問題，我都係。係啦，咁當然仲有一樣嘢嘅，我哋見到佢哋話喂球嗰幾個啦，即係阿門咧、門咧啦，第一個、第二個就出雲啦、何古朵啦，第三個夏拉 B 啦，嗰三個之中咧個打法佢都俾到一個好唔同嘅效果出嚟。佢就講緊打起上嚟個效果咧，佢俾到人哋個感覺幾有特別，同埋每一樣都唔同。咁仲有一樣嘢。講真，佢又顯得出個女主角可以應對翻唔同嘅情況下，佢真係點樣打翻出嚟咧？雖則我覺得佢有少少 cut 咗嘅，即係打得到之後，跟住佢反擊嗰下，跟住就化佢贏咗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流少少嘅，不過可能冇辦法啦，即係篇幅所限。唔係，其實好得意啊！佢人物設定咧，見到有啲大一個魚，有細魚，有群魚嘅。咁諗住你人物設定啫，唔緊要。佢套翻落去呢個人物點解會巨魚？佢有咩戰術方法嘅？話俾你聽啦，佢唔係亂 set 嘅，我覺得好犀利嘅係。係啦，因為巨魚佢活動方面所以係定點打嘅係佢。如果你打打兩邊咯，哇佢好嘢㗎！所以佢諗得到呢樣嘢係好嘢，即係話嗰個人可能個身材豐滿啲，佢就打佢兩邊。咁如果唔係嘅，佢就可能會諗佢方法點打。咁最後嗰個當然啦，阿加里同佢打嘅時候，
阿卡里係用一個即係旋球，跟住再打反手，smash 上去啦。咁但係大家都原來就知道佢原來佢臨尾係點破解嘅 smash， 而之後佢原來即係話啊呢、這個 Corley 係原來佢係可以去成長，幾特別。咁大家都記得啦，我哋都以前好似一年前講過一套叫《冰崩》㗎啦，有少少似個情況㗎。男主角同女主角其實嗰個情況係有啲似㗎。唔係佢 set 到每一個人有佢獨特嘅打法，我覺得 OK 嘅。你之後可能有得翻咁，我唔理啦。之後咧有咁情況，但問題有個唔係幾中意就係女主角。其實所謂女主角話咩後發起手嘅人，其實即係點咧？其實我唔明，即係佢萬能型咯，當係即係頭先嗰啲係。即係萬能型咯，即係要試人得。其實咪就係似嗰陣時嗰套乒乓嗰個男主角咯，就係、是、一樣啊個情況。咁所以就，但你咁樣做到就覺得好似角色好少萬，其實你即係冇講過嘢，即係佢無敵啦，即係佢好勁啦，因為開頭會輸幾波，跟住摸清曬底，跟住打翻轉頭啦咁。係啦，咁其實你冇嘢講過嘅喎，又係啦，即係有時要入局咯，呢啲可以咁講。咁啊我覺得都幾特別嘅。咁大家如果可以留意一下。就每一個人的頭飾其實都有啲因應翻嗰個角色嗰個情況嚟，咁我覺得係中規中矩地出色嘅一套咯，即係佢叫做啲 details 出得足，我覺得甚至佢俾勁女講得出嚟係足添。你至少覺得啲女角，即係佢哋好似阿尚理，佢點解爭住第一位咧？你講到佢心路歷程，你覺得啊，佢唔係亂寫喎，佢有人嘅心理變化同埋感情嘅因素入面嘅 ，OK 喎，佢唔係亂嚟咯，至少我覺得係。至少節奏係唔慢啊，佢一集可以出到兩場嘅，打到兩場，波算係咁啲嘢嘛，總之佢就贏咗，咁 cut 咗啲，我覺得 OK 嘅又係咯。係啦，所以算係唔錯嘅，咁我都覺得。呢套嘢係可以即係叫推薦嘅，你套下好，咁我哋下套。